近日，网友晒出李小璐、甜心母女打卡北京环球影城的视频片段。趁着周末，李小璐带女儿外出，和威震天逗趣互动时，获路人围观拍照。李小璐、甜心穿过通道走到威震天面前合影，母女俩披散长发，甜心长高不少，身高直逼妈妈肩膀，从背影看仿佛两个小姐妹。李小璐穿着白色卫衣，搭配同色系休闲裤，外搭米色马甲，皮肤白嫩，少女感十足，笑起来温柔又可爱，哪里像刚过完40岁生日的妈妈。甜心穿着卡其色卫衣套装，长发飘飘，尽显淑女范儿。小甜心勇敢大胆，走在前面，主动和威震天互动，将私生活搁置一边不论。李小璐还是个尽职尽责的好母亲。